欢迎大家回来到影子空间，让我们继续来玩 Part Four。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加了什么点哦。这边这个游戏有技能点，我加了天生投手，这是次要武器的威力，应该就是炸弹啊，丢一些炸弹之类的，减少使用药草的时间，还有蹲下的时候攻击力会比较高。变化球是换武器之后的第一发，火力会增强，这还蛮有用。队友的攻击力增加，娜塔莉亚攻击力增加，拯救队友的时候消耗时间减半。How do you know? I can just sort of see them. 哦，no, you don't, young lady. It's too dangerous. Why? I'm not scared. 指明他可以干嘛？看到了，也不用他指啊，我自己就看到了。啊，现在换不回来角色，你只能用这女的吗？You just let me handle this one. 哦，可以换的，可以换。啊，I like this，强多了，好不好？Barry 的枪呢，比 Claire 多很多。小枪，Magnum，然后还有机关枪，枪就死了，你看。有一个 emblem，现在集了两个了。有暗杀方便。不知道是 Barry 的枪攻击力比较强，还是 Claire，还是这边怪物比较弱，几乎都是一发就死。什么？黑暗一。哦，嘘，只跳过来而已。看就知道是，哎，是的。先去放下箱子，按的没反应呢。是要跳上去的意思吧？Can you make it?
拉他上来。看这小女孩的手环是红色的，不是说只有在怕的时候才会变色吗？所以小女孩是故装镇定，其实心里很害怕的意思。钥匙。Oh shit. The monster! 干嘛逃那么远？欸，他怎么死掉了？没有投到也死。OK， 好吧。Okay, all clear. You're braver than me. 比你勇敢，比你强，没投到都死，好不好？先走这边，这个铁锹，小女孩没有铁锹，哇，打不开，打不开。啊，这里是那个，对对对对对，记起来这边，先走上面，晚一点再走下面看看。This is a control room. A little 怪声音。Careful! There's something on the floor. There's something ahead. Be careful.是地雷吗？响声子弹。一样的，玩到目前为止，我真的觉得 Barry 比较强。浪费我子弹！哦 ，shit， 我忘记。哦 ，shit。所以时常要换这个小女孩来看。其实我刚射她没反应呢。这个应该跟什么声音 ？Shit！ Oh fuck！一样。红色是突变，突变呢、欸，所以他不是害怕，他是会变的，
这小女孩有危险。这小女孩会突变。而且你不觉得为什么这些怪物全部变骷髅头吗？所以表示这个时间跟 Claire 在这边的时间是有一点差距，个人认为了，不然怎么会全部变骷髅头？吓一跳，他在那边叫。这边过不去。好，在这边再次谢谢你们的收看。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一下喜欢，或者是订阅我的影片，谢谢。Well, that's normal. 哇，自己要跑了，我吓死我了，只差一点点就被。戴头盔了不起啊！我打哈，欺负我们家娜塔莉亚。Cute toy, but I better find some way to stop it. 果然还是得走这。厉害吧？哎，这小女孩用指的就可以找到东西耶，比那手电筒强多了。你的地上的脚印是什么意思 ？How did I do? You did great. Oh, 不对，不是这边，走错了。Probably get out this way if the path was clear. So, 要走哪？哦，我讨厌这个地方。Oh, get off me! Shit! 我刚刚明明没看到人啊，你是保护色是不是？敢打我，去死！
我以为是子弹，结果是砖头。这么多砖头，我换一下小女生好了。The monster is coming. Yeah, I know that. Oh, oh shit! Monster is coming. 哇，这砖头太强了。还可以重复使用，想跑也跑不掉了。怎么还不死啊？我天哪！啊，这边还有一个砖头可以捡，我来捡。是要上二楼吗？是要往楼下走？先往楼下走走看好了。我都忘记用技能了，贝瑞蹲下来攻击会比较高，统统忘记用。等一下。There's something ahead. Be careful. 都是小子。现在没时间弄这个，怎么按掉？哎，为什么这机关枪这么烂？小枪一发头就死，机关枪打五六枪还没死，什么东西？Need your help. 啊，等一下，先把这只干掉。用我的技能。现在火是停了吗？没有啊，火还在烧啊。地图上一个蓝色的点，或许是要走那边吧，过去看看。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不是很懂，蓝色的点是干嘛？哎，我又卡住了，现在要去哪？如果卡太久的话，我会剪接。OK， 在绕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原来蓝色的点是在楼上，然后这边一个小洞，小女孩要穿过去。所以这些脚印是带路的。
哇，这么高，厉害了！果然是突变小女孩。有老鼠欸，砸死他！差点走到湖里，还要再转回来。为什么每次出来的时候，萤幕都会跳一个，吓一跳？ We're almost to the radio tower.You recognize any of this? No. Sorry. It's all right. Almost there. Still with me? Yeah, I have strong legs.现在的策略就是平常用小女孩走，那看到怪物之后再换回 Barry。 Barry, it's locked. What do I do? You need to break the lock. See anything around there you can use?Good work, sweetie. You stick close to me, okay? Okay.现在不是小女孩跟 Barry， 是 Barry 跟着小女孩。像有红红的，听下怪声。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我会再录下一个 part。 拜拜。